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精神需求已成为人们追求的核心目标，包括休闲娱乐。当下城市建设飞速发展，地价日益高涨，可供市民休息游玩的场所越来越少。对于季节性游乐场要求更高，修建一个游泳馆投资需要上千万，新建一个水乐园主题项目投资过亿，工期漫长，而且面临着一季经营三季维护的尴尬局面。目前国内主题公园的票价居高不下，天然水域工业污染严重，无法让人戏水游玩。郑州威顺水上动漫乐园项目应运而生，可爱、健康、环保、安全，它的出现促进了家庭亲子关系的融洽，培养了孩子们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。郑州威顺游乐设备有限公司17年专注于充气游乐设备的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。公司秉承品质为先、信誉第一的宗旨，精益求精，为客户和消费者提供满意产品，让客户和消费者安心、放心、舒心。公司产品先后获得了 CE、ROHS、EN71、EN14960等国际权威认证，产品远销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威顺的世界的国际品牌形象已经深入人心。动漫水乐园，童话新世界。多年来，郑州威顺始终专注一件事，生产快乐，让全世界的孩子们玩上喜欢威顺的产品。我们静下心去聆听和感受孩子们最纯粹的世界，不断思索探寻，一个神奇的动漫水上乐园世界诞生了。最可爱的卡通形象，最有趣的主题产品，最炫酷的梦幻水上王国，动漫水乐园项目融合了太空漫步、激流勇进、勇攀高峰、蛟龙出海、冰雪世界等大型主题游乐项目，快乐从未如此亲近。水乐园项目产品除了娱乐功能外，还具备实用、安全、美观、时尚等诸多元素，还是一本大人孩子们都喜欢的萌翻童话读本。实用性强，场地实用性强，可用于城市广场、公园、学校操场、景区、度假村、体育场馆、城乡结合空旷地，无需基建，拆装方便，组合灵活，移动便捷，不长期占用土地，易储存，安全性高。产品精选国际认证无毒、无味环保加网 PVC 材料，采用机械化加工和人工加固热核等工艺，确保产品对接处高牢固性、高强韧性。支架水池采用静电喷塑支架和0.9毫米环保加网 PVC， 受力均匀，安全系数高，对吸水人员不会造成伤害。采用国际先进水循环处理系统，对泳池用水不进一些杀菌处理，整个季节可不换水，节约能源和水资源。产品耐高温、耐腐蚀，产品寿命长达10年以上。文化颜值高，郑州威顺水上乐园项目产品牢牢把握儿童时尚文化的流行趋势，产品形象和个性更注重文化内涵的塑造，把孩子们喜欢的卡通动漫元素有机地融入到产品形象中，不仅好玩而且好看。这些惟妙惟肖的卡通形象，有趣别致的游泳池，形态各异的水上滑梯，新鲜刺激的水上冲关设施，水上蹦床、水上压板、冰山、滚筒，每一款产品都让孩子们目不暇接，
每一个游乐项目都让人流连忘返，同时乐园内可以融入美食、演艺、灯光等元素，不仅丰富了乐园项目的娱乐功能，提升了文化颜值，也提高了园区收入，市场潜力巨大，让利于客户，回报价值最大化，是郑州微顺发展过程中一贯奉行的宗旨。动漫水乐园项目以其自身特点，具备低门票进场、大众化消费、高质量吸水、多项目游玩的特点，快乐刺激和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。其次，乐园除了门票收入外，还有游泳班培训、商品销售、摊位招租、活动冲关项目冠名、联合活动举办、广告位招租等多方位附加收入，经营得当，当年即可回本。水上乐园商机无限，价值无限，售后服务完善。郑州微顺总能比你想的更多，做得更好。我们不但为您提供产品盈利方案、项目运营指导、技术升级、售后跟踪、建立产品追溯制度等服务，真正做到让客户满意放心，不断提升微顺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微顺人相信陪伴是最好的爱，我们希望这种爱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发芽，开花结果，米酒沉香，开心工作，快乐生活。郑州微顺与您一路相伴。